这南极仙洲这么大，我去哪里找水月鼎？这是哪里啊？ 这是什么呀？这难道是能窥探人心的法宝？不对，我怎么会有亵渎神尊的想法呢？我对神尊那是敬而，才不是那样。 恢复万物的水月鼎。 你下去吧。是。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擅自离开浮云殿，你听不懂。 小白死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他一只凡间小兽，在这天宫上，连一棵草木都伤害不了。我不知道他能得罪谁。
山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的。可是就算是神也是有心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委屈吗？委屈是死不了人的。可小白死了，神尊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，你都是为了别人，你为了别人你宁可委屈自己也要顾全大局，庇佑弱者，因为你是战神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林夕不过是这天宫上法力最低微的一个小仙，林夕不懂什么道理，林夕是不会给神尊添麻烦的。林夕退下。你知道是你犯错了吧？因为你，因为袁家，神尊无畏受千夫所指，为的是不想让袁家重蹈猎鹰灭族的覆辙，而你们却恩将仇报。错已成错，我相信神尊定有他自己的苦衷。如今可以做的，就是保守这个秘密了。你若在那边遇到小白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他胆子小，又贪吃，你要好好养着他，别让别的小兽欺负他了。